早安，现在时间8:15左右。那我们要去吃早餐，现在在二楼。昨天我们开会的会议室就在这边，很不错。椅子坐起来很舒服，然后还可以看夕阳。是昨天开会的会议室，然后这里有厕所，然后这边就是休息区，还有 terrace。昨晚看到的 terrace 庭园可以看海。那现在有没有富士山呢？很抱歉，云层太厚了，看不到富士山。然后昨晚吃的拉面就在前方。那这边还有宴会场，二楼是比较开放感的空间。那现在走楼梯下来，昨天拍摄的卖店，要买欧米茄就在这边买。lobby。然后红色的狗是千叶的吉祥物，七百块，千里之风。这里还有什么？卡拉 OK 啊！哦，原来这里有卡拉 OK。哇，一间、两间、三间、四间，还不错。有卡拉 OK。或是什么东京德国村 Illumination， 想要看彩灯的可以来这边。然后这是色浴衣，也就是说我们男女性就是穿那种半两节式的，就穿短七分裤啊衣服。现在有些温泉饭店都会这样的安排。我这边有免费的温州蜜柑柳橙汁，然后咖啡，这都是免费提供的。我这边有书，我昨天有看一下千叶的杂志，还不错，有介绍到这里，还有几个不错的景点。云丹，我这次来千叶，老是看到云丹。欧米茄。然后这边就是库北，嗨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朝食会场，跟昨天一样，跟昨天吃晚餐的地方一样。找个有 view 的地方坐。这里不错，好，那我去拍一下这个朝食 Viking Group， 它也可以也是 buffet 的意思。他日本人把 buffet 比较少说 buffet， 比较常说 Viking Group， 就是维京人，可能欧洲的这个吃到饱是这样讲。哦，这是什么松饼？可以吃松饼。然后这是寿吧。然后这个是猪肉汤、温野菜，然后凉拌酱菜，还有这鱼，哇，这鱼肉好多种，三种鱼，还有我最爱的蛋，然后冷盘，哇，冷盘就有生鱼片，这个是有腌制过的冻。那这炒冰淇淋现在没有，不过早餐就有水果，这也是晚上才有的冰淇淋。不过没有吃冰淇淋。然后这个是果汁，有苹果汁、柳橙汁，还有野菜汁，然后房州洛农牛乳、米乐可，然后这是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鲑鱼卵吗？你是不是什么？反正是鱼卵就对了，不是鲑鱼。然后这。其他就是一般基本的，面包果酱，哇，有柳橙酱、蓝莓、草莓跟奶油，吃太多了，这是今天来吃柳橙。好，这就是半开放式厨房。
早餐不错。